前讲的时候我还流泪了。因为什么啊？因为是这个，当你认识到生命的珍贵的时候，你可能才会重新想一切东西。就是上周五吧，这个信箱里放了三个支架，这个冠状动脉肿了95%。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做了两份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剧场。为什么要做两份职业呢？因为我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其中一项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做的返璞归真，和今天的题目也是契合的。好，那个下面我开始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剧场。小剧场我们国家北京是最多的，只有十几个，外地城市可能更少，但是在纽约有1000个。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父亲女儿过生日，父亲问女儿，你需要我送你一个什么礼物？女儿说，你送给我一个剧场吧。好，父亲就送给她一个剧场，就在剧场里和他们的同学朋友一块去演戏，去体验感受创造大于他生命很多倍的人生，把这种信息量用到他自己的人生上，你想这个人生会有多丰富？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是常态。好，我下面这个题目就是，我先放下，我尽快，因为下面还要讲一些东西，但是我希望视频能够有个了解。好，正常往下放，这是我个人的介绍。好，这是我的简历，这是当时的经过。再往后啊，我可以下来，没事。好，这是我们剧场的现状。我这个还有咖啡馆过吧，等等。好，这一句停一下，就是希望更多的普通人也能走进剧场，结构自己的人生。好，再往后，这是我们演过的很多剧目一部分。这个文章比较早了，2年了。再往后，啊，这是演过的剧照，迅速过一下。前面就停一下，那个再往前啊，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戏，都是我们原创的。再往后，在北大公益演出。再往后，金一丹、普星金来做志愿者。再往后，我是海鸥。好，那我迅速过吧。啊，等停一下，好，再往前一点。好，默剧大师比佐是我们剧场艺术家，演过4部戏，今天正好下了飞机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比佐老师。北京很多观众知道他。好，再往后，好，迅速的过一下吧。好，再往后，好，再往后，好。再往后，好，等会儿啊，这是我们的原则。你看，其中有一个自然的，就是和我们题目契合的，是高贵的，就是自然的、朴素的，是丰富的，就是简约的、灵动的，这是我们的原则。再往后，好，戏剧是自由的，来，因为内心是自由的。再往后，为什么建个小剧场？好，再，这是我一个核心的想法，是为了抗拒贫乏。我下面讲这个关系贫乏。和自然的关系。好，这是再往后，好，
这个就停止吧，好不好？我等会儿给大家留个电话，如果需要信息，我可以把它全部发给你们，您发给我邮箱就行。好，那个那就因为时间有限，等成放两段视频吧，好吧？好。第一段视频啊。主要是介绍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很多发达国家是常态，在中国是非常态，所以我介绍一下啊。第一段啊，看能不能播出来。时间啊，还是一般的人很难把牙医和一个剧场的老板画上等号，为什么呢？就是人在温饱以后，他必须获得更多的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和需要，这是大的趋势。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一个人他如果有能力获得创造，比如说的话呢，商业的创造、科技技术的创造，同时他有能力具备这种艺术的这种创作和创造，他会更幸福。王翔，海内第一个从事人工种植牙课题的研究生，原首都海军总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曾移民加拿大后又回国，创办了首都最早的私人牙科连锁诊所今日齿科。痴迷话剧多年，王翔有一些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一部话剧《哥本哈根》看了44遍，看过5遍以上的话剧有20多部，单场请朋友看话剧最多一次为60多人。可彭浩剧场的创立与经营让王翔彻底失去了本该富足惬意的个人生活。好，再过第二段吧，就迅速一点，因为还有很多解释。我一年会往里投30万，现在是60万，现在一天原来是1000块钱，现在我往里补贴2000块钱，但是我这样做非常值得。再往后，好，这个再好看，这看一段，放一段。很多都是话剧迷，来欣赏一段很短的话剧，叫做《我是海鸥》。它是对自由的某种希望，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它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难道不是这样？你不仅是一个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人，您还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好，再给我过一段，看看能不能到佟老师那一段。我是海鸥是彭浩剧场独立出品制作的作品之一，原著契科，现版本为现代著名戏剧评论家佟道明于15年前亲笔改编创作，但因为不适合大剧场演出，始终未能跟观众见面。自《海鸥》一剧在彭浩应允而生后，他曾代表东城区政府参与北京上海双城记戏剧交流活动，参与南京大学文学院纪念契科夫诞辰15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均引起巨大轰动。看佟老师那段，再往后一点点。我的病体不可救药，再往后一点点。我的医生就说开始带来非常震撼。好，带来昨天的解释，我做就这儿太震撼了。好，有几位就放一下。好，非常重量级的我们圈内的人物，让我们每个人让他们评论。其实我那个挺欣慰的，在什么地方呢？突然，由于有这个广告剧场，就是在我的生命里头啊，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王医生先生，他看了我这两期以后啊，打电话跟我说，他说老佟啊，他说你没有白活，感谢彭浩剧场，感谢王大夫，谢谢。下来一段啊，时间几点几分能告诉我一下？好，最后再一段视频，第三段，好，多好的剧场啊。赔点钱算什么样？但是真赔钱谁受得了啊？非常感谢您这种表达的这种美好，真是赔点钱算什么？赔得起我还愿意赔，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我有个极限，就是我的极限到什么程度，我能做到什么程度？那我这个贴钱做这个彭浩剧场的极限，就是我的
我自己的三个牙科诊所的它的利润，它的利润到了什么程度的话，我就全部拿出来做这个封号剧场。嗯，好。当然刚才我计算过，前期投入100多万，后期每年往里贴30多万，可能到了去年吧，这个就到极限了。好，三年来，封号剧场举步维艰，经过他们难以为继的变革，2001年转机突然到来。在这里，好，好，一个时间片段。这是我们出品了很多节目，还北京的戏剧资源80%在东城，全国的戏剧资源80%在东在东城，在北京。我们总是回归到城。我们承办了东城最重要的北京最重要的戏剧节——卢武戏剧节。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所有迷失在路上的孩子。海森堡在世间游荡，犹如一个失落的孩子。我们自己失落的孩子，我们尚在寻觅之中，我们的生命便结束。我们还未看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就已经去了，躺入了尘土，躺入了我们自己所扬起的。好，再往后一点，这段特别好，但没时间啊，迟早会到来。当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到面试问什么呢？都需要回答。因为你要认真，你不知道有进门哈，也不带眼睛都昏都死，还会向你回敬你，耻辱的而又亲爱的世界。大来的是，我免得意犯了，很有面子，终极。这段放一下，我讲一下，哥本哈根是我看了44遍那个戏，我去年把它作为我们戏剧节卢武铉承办的卢武铉戏剧节的开幕大戏，特别是最好的徐良的动儿故事，讲人内心最深的关系的，卢武铉演了28场。安全的从鼻子身旁通过，我明白，单纯的善或者单纯的残忍，如果他们互不相关，我们永远都无法创造出一种稳定的灵魂。但如果是善良和残忍结合到一起，又会能形成一种主流的指导性的情感，不爱也不恨。到最后，我跟狗成了某种协议，更确切的说是某种合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曾试图去接触。那个时候，我用牛肉饼去喂狗，那是一种爱的表现。或者说，那个时候狗对着我，不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误解下去的话，那么我们干嘛还要首先创造出“爱”这个字？好，迅速放到最后吧，最后一段这个节目。好，还有鼻子啊，是不能够啊，叫迅速到最后吧，到最后有一段。现在是这儿啊，可能应该很快到最后啊，就这段。存在一天，从我自己的
往前看去，因为他刚才讲到这个这边这个活动是公益的，猫枪也是本机构也是公益组织，那么说我能支撑他，因为我还是牙科医生，我有和这个其他这个诊所的这个收入来补充这个地方，我想做五年十年一直做下去，做到哪一些位置呢？做到中国的所有的人，他们的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们，总有一天也能像在国外到中国来的这些其他国家的人像一样灵动。如果这一天不到来，我永远不会停止。谢谢大家。好，这段也行，这是这个中央戏剧学院的曹宇之后第二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央一线之后徐晓成老师。这个首先我非常非常感谢啊，那感谢浩博要不放了，他也是讲那些就是怎么背上这个十字架，在中国这种现状下，好吧，停止吧，我讲一些正文吧，好吧，好，好，行。其实在我们这个剧场里边十年。好，行。那我今天想结合这个咱们题目哈，我讲两个观点。我先介绍了彭浩剧场的现状，它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独立剧场，它除了它不单是这个演出剧目，它还做一个出品单位、制作单位，去出品剧目、生产剧目，同时它还做一个倡导性的文化组织。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给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甚至会去撬动政府改变它的文化政策，还有评论机制。总而言之，就给社会提供一种，因为戏剧是在足球，如果戏剧相当于足球艺术体育界的足球，它包含了人类所有最丰富的情感和认知、审美、结构、创造、表达的内容。它是一个国家、这个民族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除了文学以外。好，我下面讲今天这个题目的话呢，就是，给那个中间我们商量了，按照咱们题目有两个题目，我讲幸福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没有 PPT 了，我就讲一下。我觉得幸福的本质是这样的哈，是两方面来说，就是，中间说让我讲一讲我儿童那些事儿。我想今天就不讲我儿童的事儿了，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讲一讲我们整个人类的儿童时期那些事儿，讲一点点。它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从动物向人过渡那么一个点。那个点在哪儿呢？就是一开始这个动物性的需要幸福啊，都是防御性的、安全性的、温饱性的、物质性的。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动物，我们的祖先他食物多了一点，他把他食物让给了另外一个动物，那个动物对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点，那个动物感谢他，他心里愉快，他的愉快就通过他的身体的结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了一次，慢慢的无限的很多很多次就形成了动物和人的分水岭，那就是类本能、类似本能的需要，就是人的幸福，包括认知、包括创造、包括审美、包括奉献、包括爱，这两只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所以要讲幸福的本质在哪儿？对，但人是中性的，人又是动物又是人，所以人的幸福来自两层：动物性的需要、匮乏性的需要，可以让你满足，可以让你幸福；但是人的需要让你更幸福，好吧？这是这个我讲的一个点，这是题目之一。最重要题目就是返璞归真。我想讲一下返璞归真是什么，甚至在这之前，我想讲返璞归真的前提是什么，也还得讲我们人类早先那些事儿。那个，因为任何一个生命，它的初期都是本真的，动物和人，动物的幼崽，人的幼崽。但是大自然和社会都是复杂的，那怎么办呢？那太单纯的、太傻的动物和人就不能生存了。比如说，首先，动物和人一样都要敏感，不敏感，食肉动物吃不到食物，食草动物被吃掉，
那是按照动物法则也是一样的，过去那种在没有充分发展物质的情况下，人们的一些准则都是以动物性的准则为依据的，小人不为为己，天诛地灭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先要敏感，第二步的话就要用力面对这种复杂的社会，不用力的人和动物都得不到食物，都被吃掉。其次是娱乐，是吧？娱乐是一种补充。这个猪吃饱了以后，在那个这个粪汤里边哼哼唧唧的，那人吃饱了以后，也可以在卡拉OK里边哼哼唧唧。它是一种补充，是吧？但现在人类社会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丰富了，物质越来越复杂了，很多人就被迫变得不那么敏感，不那么用力了。就麻木了，死不了就算了。但是少数人不甘心，还要敏感，还要用力。但是扭曲变形，我说的是特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更严重一些。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早期经历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辉煌，太辉煌了。如果曹法真他妈辉煌。连清朝那个时期 GDP 占了全世界的20%，但突然有一天就发生变化了，就是工业文明这个板块挤压这个农业文明的板块，让一下子变得特别自卑，特别扭曲，特别这个就是那种想去反抗，于是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史的一种演变，就是过度强调国家利益。举国体制，收缴私人财产，总的国家的需要代替人的一些个性需要，就压抑个性，这是必须的，我不否认这个，但是给中华民族带来最大的人性的压抑。那么说很多人的用力和，但是我前提肯定这个是历史造成的啊，有功有过，那么说造成人性的压抑，那就想努力的人就会变得扭曲变形。等到改革开放了，个性释放了，但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娱乐化的倾向又铺天盖地而来，尤其是拜金主义网络化的这种表面的这种影响，让人这种内心和灵魂的用力还是达不到，只是表层的用力，还是扭曲。所以我就想说，敏感用力之上有一个层面，我们现在似乎永远到不了，但是在很多国家到这个层面是个常态，只有到了这个层面才能出现我说的第四个层面，包括返璞归真这个层面。那第三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词儿，丰富。这是我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这件事情。动物简单就可爱，人一简单就丑陋，根本回不到本真去。怎么才能不丑陋呢？甚至回到本真呢？那就是丰富。现在我们的物质丰富还远远谈不到，因为贫富悬殊太大。精神丰富更谈不到。永远达不到各取所需那种程度，就是有最好在那儿待着，我想找他就找他，有简单的待着，我想找他就找他，但是简单的容易找，最好的很难找。每个人自身周围最好的可能性、最好的信息量、最好的高峰体验出现的频率太低，出现的频率低以后，人就往下出溜，往动物性出溜，往掠夺，往防御，往侵犯出溜。这种好的信息量出现多的时候，人就往上走，往人走，往爱走，往奉献走，往创造走，往审美走。所以只有社会丰富了，文化丰富了，信息丰富了，审美丰富了，灵魂丰富了，才会出现第四个层面。这第四个人性的、人生的、社会的层面，包括这样一些最美好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自然（括号返璞归真）。
就是第二次的自然，不是天然的这种自然，是第二次的自然，是经过了多少的人生努力、社会努力、社会各个结构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艺术家、包括普通人、包括所有阶层的人，超越性的努力，不是掠夺性的、博弈性的，是建设性的、良性的努力。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个体的人达到第二次童真、第二次自然、第二次的无意识状态，无意识是最舒服的状态，根本不累，不用想，出来就是好的。儿童就是这样，多愉快啊！但儿童要长大，你长大以后能不能通过你自己的努力、社会的努力，再回到还有仅有一次的生命，有一次机会回到无意识状态，那你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那就是自然状态，返璞归真。接着再出现第二个词儿，就是宁静。日本一个美学观念影响了日本的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就在江户时期提出了一个美学观念，叫寂，寂寞的寂。你只有自然了才能丰富了，自然了才能宁静下来。接着下面一个关键词，这个大得不得了的一个关键词，只有人才会有，只有丰富的人才会有，也只有自然的人才会有。它是一切人人性爱的灵魂和母亲，就是温暖这个词儿。只有人才能温暖，只有一个优秀的人、丰富的人、自然的人、宁静的人才会温暖。只有温暖才是人的源泉。它甚至涉及到温暖以后涉及到外周血管的扩张。我是医生，通过植物神经的第二支叫副交感神经支配你的外周血管，支配你的内分泌、免疫机制，促进你的食欲、性欲、愉悦。它不需要掠夺，不需要霸占，只需要爱，只需要奉献，只要感知，内心温暖就会有。最后出现最后一个关键词，灵动，就是 implant。 我觉得咱们太TED 那个好多朋友都是参加我们这个implant 的演出活动，我讲的是灵动，这是仅有一辈子的人生所能给您的最高的奖赏。因为你是一个有灵性的人，是个有灵魂的人，是个灵动的人，你是个生命。那你老没放完那个徐阳那故事，最后重要故事，你不是一个呆木头，达到人生的一个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讲的返璞归真，我讲的繁花剧场，我讲的戏剧，我讲的人生，就是我做了两个职业的代价，也是像上周五放了三个支架，但是因为这三个支架，我有权利说我讲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谢谢大家。我希望交流，我希望扩大信息量。人活着像吃饭一样，动物是吃粮食，人是吃信息。那我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我的手机号，我可以您把邮箱发给我，我把很多信息发给你们。这样的话呢，我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手机是1360100654，那个1360100654，我给你发文章，发一些介绍，同时还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查我们演出信息。好，谢谢大家。